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小妹，今天来带大家吃一间东北菜。我第一次吃东北菜，到了。这怎么念？王收吗？不会念，是不是很东北啊？这间店红豆菇是这种大花山的、啊。有味道吗？两位。没味道是吧？下了。刚刚打电话吗？对。好的。我看南方人是真的很不适应。我一个香港人来也不适应，所以是酒吗？果味碳酸饮料。我有点想把 M 仔叫过来，可是我们两个吃不完。可是把他叫过来吃饭，又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他。锅包肉，啊，你没吃过锅包肉啊？我吃过东北菜。来嘛，你知道北方菜是很大一盘的。好吃，好香，好吃。看我长的身高跟身材也那么像东北，我的灵魂就是一个东北的灵魂。之前有人说我讲的普通话很像东北，然后我刚刚下午又去做了指甲，哇哦，我还做了睫毛，这里有粉红色的，看得到吗？粉红色的睫毛，我觉得它那皮做的很薄，然后它是很酥很脆的那种，有一些锅包肉是很硬的。好薄啊它这个。哦，那个饼子不是放在锅里的呀？忘了是放在锅里的饼子怎么办？这分量两个人都吃不完，还别说一个锅。你别这样嘛，其实大家都吃得完，只有你吃不完而已。我来试一下这个不知道什么饼，玉米饼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快点，是不是很没有味道，然后很扎实，一坨玩意儿，哇，很上头，上头，它那个皮真的是很焦的味道，真的很上头，好吃吗？算了吧。这个分量真的最少过四个。你这胃也太小了吧，小哥哥，你怎么长大的呀？难怪你只有1.7米。不过有一说一 ，M 仔的胃比你还小，所以他只有1.7米，你有1.77米。好吃吗？他炖的入味吗？那个肉，没有，你知道怎么样好吃一点吗？这样。这样快点啊！吃屎啊！不辣不好吃哎，完全就是炖肉啊。然后不辣没有那个香料的味道。这锅一般，是不是可以点辣的呀？我们刚刚又点了一个啤酒，这个实在太难喝了。你的脸真凶。儿子好香，觉得那个川粉也挺好吃的，就是这个川粉。所以这个字到底怎么念呢？我们刚刚吃完了，现在要去按摩按脚，走过去嘛，带大家去我平时去的那间，我觉得那个气氛挺好的，是泰式按摩，不是那种不正规的啊，非常非常正规的。上足足道，晚安。刚才稍微会场也是越南帮大马帮等诸如势力的幕后金主，此前双方为了争夺东京都中心新唐人街开发权，废话，当然是西岩，出去打鸡血啊！可这样的空间里，你们发现他建筑差350公斤，导致毛细血管进行迅速扩张。你吃饭了吗？还可以，没有。这有什么用呀、啊？去湿去寒。特别是像现在空调。我觉得我很需要。力度太大了吗？没事，太久没按了。太久没按了，有点痒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按脚不是通常要叫一下的。放松。Fuck。
等。